三二一，台南市政府今年五月斥资2800万开辟都会公园特色游戏场，如今正式启用。基美博物馆甲虎山市社合作，策划一场开幕派对，市长恩伟泰特别亲自到场参加。因为我们紧邻奇美博物馆，如果奇美国博物馆美轮美奂，都会公园差很多的话就不好，所以我们把都会公园也做得更好。那希望能够跟奇美博物馆，就像我们台南总图旁边有个月之森公园一样。游戏器材为学龄前到12岁囡仔所打造，专门为国外引进冒险型树屋，树屋搭配着磁流浪，加上边仔的三丛大虎头树，甲地景完美结合。另外还有海青树、跳石步道、甲土树。关照亲子对这些游戏场的要求，我觉得这个公园很好玩，溜滑梯不会太快，很安全。从那边比较难，从下面上去比较简单。其实现在特色公园，其实在整个设置的设计过程就很重要啊。为了这个特色公园，其实我们大概做了大概3次的工作坊。那如同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哦，这个特色公园其实就是一个能够让孩子。这个自然的伸展。东港启用了后，未少民众就带小朋友来耍，连虎山市小的学生也拢讲真好耍。文化局表示，除了游具之外，目前草坡正伫咧进行友好工课，未来会有大片的草地给囡仔走跳，同时增加游乐设施，让都会公园成为假日时的好去处。台南新闻台采访报道。